今天前面一次是中间方向的飞球，第二次的打击，这个球打到是在中右外野方向，哇，这个球又非常的犀利，要请陈友林安打，有没有机会？罗国林要拼要拼，有了，这个球上很大哦，打在那种空档的话，几乎有速度就是三垒安打，罗国林够厚够跳。 一口气跑三个垒包，他妈炸斗，他妈本轰，跟罗宗勇讲哦，紧串，有没有受伤了啊？这个要注意了。哦，这个球哦，inside out的攻击啊，做得很好，这个球是有点拐到中间了。哇，这个 power 真好。 距离啊，看到 play 的距离实在是太长了。